像啊，这个时间哦，饲电铃啊是要让困无哈？请不必为我鼓掌。是学习让我成长，那些耀眼的勋章，请陪在伙伴的肩膀。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，总有许多差别，也领略不同的智慧。些之间用心搭起一座桥，决定向前奔跑，就不会怕跌倒，只要是对的就会尽力做好。在筚路蓝缕的足迹中，我们是配角，沉默的世界边缘，送出温暖的拥抱。当你累了倦了，需要一个依靠，我们都在让你信任的配角。露米，你的车嘞？我车有停较远啦，等下咱小散步一下，暗顿食食才会回来。哼，你今仔心情袂歹哦，过来接我。有敢讲哦你啊？我是讲唔对话哦。你是咧检查啥啦？你写检查我手有受伤无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搞记录仔。你清理器械的时阵吼，要注意安全，唔通受伤。没啦，我即卖戴手套啊，袂分脚分手啊。啊，若是有空缺的时阵，还要医生消毒，安尼才袂去感染着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跟你保证，我着较细致的。Handpiece。啊？手机啊！哦哦，迄手机叫做 handpiece， 哦对对对，我还记起 handpiece。嘿，你的英文这么好，你还加教我一挂啦。你免教我报，规日我甲你讲得清楚哦。以后做任何代志，拢爱较细腻的啦，啊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Yes sir。能得到明辉的支持，我做志工做得更开心。也越做越顺手，清洗消毒器械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负担，也没有压力。没想到接下来我却面临一项艰巨的挑战。我的制作是要多久啊？是安怎无法度让我方便啊？什么规矩啊？莫名其妙，迄拢无爱心啦。拢无在体谅病人呢，我一个要死的人，还搁受这款罪？看啥？有一天哦，恁若是跟我同款哦，恁都知影我有偌辛苦。加油啊，注射，迄无效啦。哎呦，姐啊姐啊，哪大声啦？哎呀，你唔捌啊，病害死人哦！
生啦吼，回来太死人了！好啦，来等来等啦吼。春美师姐，啊，师姐你好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不用这么客气啦，你请说。我知道你有在安宁病房当志工，有很多和癌症病患相处的经验。嗯，有一位癌症病患想要请你过去看看他，关怀一下，应该不会很麻烦吧？不会，不会有麻烦呐。看看你。请问你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慈济的志工，我叫尤春美。哦，我是来拜访林秀月小姐的。你找我姐啊？你好。想啊，啊，这个时间哦，饲电铃啊是要让困无啊？姐，是慈济的师姐啦。你好，我是慈济的志工，我叫尤春美。我以为你们都不管我啦，哦，上次来一两次就不来了啦，嫌弃我。嗯，是，大家都嫌弃我啦。那病医哦，把我赶回来，让我在家里等死，没良心啦。你大家哦。都无良心啦！我来看你好不好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的啦。不用客气啦，水就好。哎，你慢用，慢用哦。你来做什么？姐啊，跟我妈聊不？较客气啦。请问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好不好。癌细胞跑到我身体其他地方，它不让我活，你说好不好？师姐，你先坐啦。我姐姐她现在是每个礼拜要去医院两次，啊，我都会陪她来，一起去坐公车啦。哎呦，辛苦，你委屈的，算你命不好，有我这样的姐姐啦。来啦，我给你回息的哈。哎呀，你好无啦。啊，不过你跟我比起来哦，你算好命啦，有翁通好靠，啊，搁有囝甲查某囝伫咧身躯边。哎呀，干嘛干嘛，你好亲像我啦。饲到迄两个，毋知要创啥啦？
离得远远远，对我不理不睬，不孝。我生病那么久，也很少拿钱回来。好了，你敢讲两句啦，啊，人家也不好过啊。嘿啦嘿啦，我要体谅啊。为什么生病的人是我啊？哎，老天爷很不公平呢。李小姐，你不要生气了，生气对身体不好啊。你现在就放轻松，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好好治疗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啊，师姐，等我一下哦。师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她讲话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嘿。没有关系啦，我想哦，应该是他前天有去做化疗啊，回来就一直很不舒服啦，昨天就一直吐一直吐，今天虽然是有好一点，可是哦情绪应该还是有影响到。抱歉啦，我知道做化疗都很辛苦，不过他身体所承受的苦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的，所以先不要怪他，辛苦你了。不会啦，我是应该的，她是我亲姐姐啊，没有人要管他，也只好我照顾他，不然要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以煮点营养的东西，让他体力恢复之后啊，去买点高蛋白给他补充营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还会再来哦。你还会再来？对啊。我姐脾气这么不好，她常常就会得罪人，你不跟她计较。你还要再来看他，真的是哦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不要这么说，我在安宁病房当志工的时候啊，看过很多病人的苦，尤其是病人的心情啊，他们常常会怨天尤人，真的先不要怪他们，哈。师姐，你真的好有爱心哎。你照顾自己，辛苦你了。谢谢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哈、哦。好，小心哦。你这冷气哪这么买哈？有够甜的啦！安尼真好啊！我后加去看林小姐的时阵哦，带到捧过给伊。林小姐，啊，着我关怀迄个癌症病患啊！我本来想讲要买寡营养品，啊，着毋知有介意无啊？妈妈带伊的时阵，我嘛是有买。妈妈讲足歹啉的，啉一嘴着塌角啊！还是再换一个牌子。啊，同齐同齐，好。医生嘛是讲，你去关怀伊，过月落底内底摕钱出来，啊去买物件送。我是感觉去看病人，着爱照顾物件。我今仔去两手空空，足歹势呢。迄林小姐哦，足可怜的，啊，搁是四期癌症，足需要人关心的。你是反对我买物件？我唔是反对啦，老实讲，我讲起真是无偌济钱，无唔对啦。啊，是讲你大概你也要关怀别人的时阵，啊，搁爱买遐物件，安尼。好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啊，我会看状况啦，吼。我也是伊吼，有人这么关心我，我也真感动。我唔是希望伊感谢我啦。我是伫个安宁病房哦，看过真侪人生走到终点的时阵，拢足可怜的呢。咱来当互一点仔安慰，也真价值啦。
哟，你血管是找有无啦？一直拍，一直拍，迄针拄几届啊？好啦，你较有耐心啊！你的血管比较细，手又肿。那是因为恁无甲我治疗好，我咪才会变安尼。啊，这毋是你怪我哟哈？我来。哎，你有较敖的无哈？你也甲伊同款哦，你嘛莫来啦！哎呀，哎呦，姐呀、啊！人护士小姐吼，拢甲你斗三工的，啊你嘛莫安尼。我是安怎？哎，即摆注射的人是我呢哈，我有偌疼你知无？你当然嘛唔知啦。来啦，无你来甲我交换啦，我甲你换啦，互你来注射啦。我都甲你讲哦，我无想要化疗啦，我无要注射，我无要食药啊，我会死啦，我会死死啦。喂喂，春美师姐吗？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是秀月的妹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记得记得，秀美。春美师姐，春美师姐，春美师姐，哎，春美师姐，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不好意思哦。麻烦你叫临时过来了。哦，姐姐还好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姐姐她正在做化疗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本来今天有请假，可是呢，老板临时有事情要我赶去工厂。我姐姐她在一个小时就好了。好。哎，因为她最近手跟脚都肿得很严重，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坐公车回家。等一下要麻烦你哦，帮她叫台计程车。好。好，就拜托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忘记领钱，我现在去领钱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秀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就麻烦你。有事你可以先走了，哦，那麻烦你了。放心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做化疗的时阵哦，拢甲头壳放甲脚硬空，啥物拢唔想。唉，过去的苦日子我无想要想起来，未来嘛袂有好日子。你唔免甲我安慰啦。我敢若想要知影你拢伫想啥？你想的应该拢是真好的代志。我想要听看卖。啊，还是讲你即摆想的拢是，哎呦，时间哦会当过去较紧的无？我讲对啊吼，嘛是啦。无人会愿意踮咧病院陪一个病人。帮你拔针哦。哎呦，又果是你哦、喔，哎，我感觉哦，你爱去进修呢哈，哎，袂用个甲病人当作是试验品啊。哎呦，安怎？予病人看你个面色哟哈，还是会晓袂啦？哎呦！哎呀！
玉珍，你先不要生气啦。嘴巴真的很坏，没有看过这种病人，很讨厌呢。我是刁工，不是臭鱼人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跟他生气了，他是因为生病才会这个样子的、啊。我自己会走了。今天可以走，明天又走不动，过两天好一点。做完化疗又不舒服了。你就先好好休息，好。我知道了。嗯，你要不要进来坐一坐啊？不用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也对了，刚刚在医院陪我那么久，一定很想摆脱我了。谢谢啦，啊。那个计程车钱，那个没有关系啦。不行啦，我会跟我妹妹要，下次再给你啦。真的没有关系，下次有机会给你啦，哈。好好好，你就先进去休息好不好？好。这么想要赶我进去哦？也对啦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哦，就是让人家讨厌。再见了，再见。今仔日拢在做啥？你哪会向我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无啊，我看你今仔日话足少的，甚至是要帮你想代志啊。帮你拔针哦。哎呦，如果是你哦，哎，我感觉哦，你爱去进修呢哈，哎，袂用个甲别人当作是试验品。嗯，你要不要进来坐一坐啊？不用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也对了，刚刚在医院陪我那么久，一定很想摆脱我了。哈鲁米，哦，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啊。啊，无你哪拢少想一下，才会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啊，我第一想讲你的问题这么奇怪，我就想看我今仔日做什么代志啊。我今仔日也无去分会，也无去安宁病房做志工，啊有去洗一下，回来就伫厝看电视，安尼尔。好啦，无代志就好啦。是你伤敏感嘛？伤伤多啊？哦，好好，算我伤过敏感，好不好？
是我唔对，今仔日去过山啦，明仔同款，嗯，哎，快乐过一天，我来先辛苦。到尾来去病院，你即摆甲我讲，你袂用该陪我去哦。啊，我着临时要去南部出差啊。啊，恁若无爱讲，你要去美国啊？啊，你讲较远，毋着拢毋免陪我。啊，我即届真正无法度陪你去嘛。搁再讲，我嘛有家己的工课、甲家庭要顾啊。而且哦，顶届你病院对护士迄个态度，哎呀，我感觉足歹势。走啦走啦，无要陪我哦，紧走啦！真正是要点么才教死我？好啦好啦，甲你讲吼，我身躯敢剩正个啦，啊应该是有够用啦吼，啊先摕去用吼。你当看好春美师姐啊，伊人足热心个，应该甲我斗三工哦。你都无要甲我斗三工啊？伊是外人，哪有可能？你着试看卖嘛。我去看卖，哪会知影嘞？哎呀，免你教，免你管。好啦好啦，又在你啦。我赶时间，先换衫。春美师姐，我秀月啦。啊？那个窗户可不可以关一下？空气要流通啊。司机先生，谢谢你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哦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慢一点。哎呦，穿这水哦，啊，你是要去倒啊？我是不是耽误到你的时间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啦。啊，我没有钱可以还你，没有关系啦，不用，好，不用了，拍死啦，没啦，我还会找其他的师兄姐，看可不可以来帮忙接送你，哦，有人会愿意吗？会啊，就看时间能不能配合啦，哦，啊，你的脚是安怎啊？哎呀，会痒啦，啊，抓了就破皮。啊，破皮结痂了哦，就更痒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我们跟医生讲，拿点药擦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走了。哦，好。
我车吼袂当载遐济人，无我去借一台九零座的。好啦，谢谢，感恩啦吼。好，啊，若无你先无用。好。师兄，春美师姐，秋风师姐，春美师姐，我有代志哦，想要找你斗三工啦。啊，唔知啊，你这礼拜有闲无？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有一个师姐哦，厝内底临时有代志，不能跟我一起去义诊呐。啊，我想讲，唔知啊，你有法度甲我斗三工无？这个周末不晓得我先生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哎。如果可以哦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啦。我们牙科助理本来就很缺人。啊，若是找无人哦，我惊我一个人无法度应付啊。这样哦，不过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消毒，我怕我到时候去哦，什么忙都帮不上哎。没关系啦，我们牙医师哦真的很需要助手，这样子哦他们才可以专心替病人看牙齿。你就尽你的所能帮忙啊，我把碟边看了呀。等一下哦，我就教你那个牙医师他们常用的一些器械啦、耗材的名称呐。阿内哦，你得靠概念呐。春美师姐，你还好吗？会不会晕车啊？还好啦，不会晕车。啊，你会不会紧张啊？不会紧张。那就好。等一下哦，你就在旁边慢慢学。啊，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协助你。那就好。我是怕我帮不上什么忙，这样很不好意思。哎，不会啦，我们的牙医人都很好呢。你那个器械拿错哦，他们都很没关系。我会尽力。平林，这里真的很需要你们。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。那我们先帮忙把东西搬进去。好，麻烦你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Excavator， 来，弯角探针。这就是 elevator， 牙体。elevator， 嘿，牙体。牙体，爱记得哦，好。嗯。秀凤师姐教我的，大部分都忘光了。弯角探针是哪一个啊？不会是有点弯弯的那一个吧？弯角探针 ，Control Angle Probe。来，方鼎。林师，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出来当牙助，没有帮上什么忙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帮忙拿吸唾管，帮忙吸口水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带头灯来。来，阿公，好了哈，哎，回去好好保养啊。哦，谢谢。哎呀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来，阿妈，来，我帮你看牙齿哈。好，来，躺下来哈。来，好，好来，来，口内镜哈。来，来，弯角探针。弯角探针。是刚刚那一个。Good job。哎，春梅师姐。林医师，婷婷啊，你辛苦了。你们才辛苦啦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而且还有很多事情哦，搞不清楚。你第一次做牙柱，完全没有经验，你这样的表现很棒啦。谢谢林医师。我看大家怎么时间了，到我诊所来，我来叫大家认识这些牙科器械好了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林医师，我们很需要。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了哈，你忙啊。Elevator. Yeah. 好啦，全部拢起个。我没记住啦。Escalator. 哦。无可能这么紧啦，一睏啊要把这物件拢个记起来，无遐尼简单啦，要沓沓来。Elevator. Elevator. 牙体。那安尼哦，我想要甲你借问一下哦，你敢有感觉真有挫折感啊？没啊，我感觉真好啊。啊，我唔是学这道的，未晓嘛是正常的啊。嗯。以前吼，拢是我倒伫遐，互牙医看诊。即马伫边仔咧看医生，帮人看诊。也真趣味啊！我想配合就是遐牙医师啦，因拢足无闲的，啊拢牺牲因的假期来给诊的，而且吼来看诊的人年岁拢足大个，因住的所在吼离市区拢足远的，无啥物医疗资源啊。啊，阮这义诊团队去到遐给因服务吼，真正有心。啊，我伫边仔帮忙，也足欢喜的啊。哦，你这个口气我听起来哦，你敢真愿意去做牙医助理的哦？你无希望我去哦？无，我哪有这个意思？你要做啥，我拢支持你。只是讲哦，你的体力多少都应付的。哎，你即马过来做消毒，过来做牙医助理是真辛苦呢。没啦，我会当。会当就好。是讲我是甲你建议一下，其他的代志哦，你都唔通过咱来做咧。我知啦。Elevator， 牙亭。牙亭。啊，佫有一字哦 ，Excavator。免，拢唔免转来啦，吼。啊，你家家己的结果好就好啊，免管我啦，吼。有啦，有钱啦。啊，拄啊好一个月政府的补助打落来尔啦。啊对啊，啊你哦。有时间爱去看恁小妹一下呢，啊嘛叫伊唔免甲我烦恼啦，吼。嘿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影恁拢有考奖啦，哎呦，唔免烦恼啦，我好好，我会照顾我家己啦。真正有代志哦，恁阿姨会甲我斗相共。
啊，佮有迄慈济的师姐，嘛会甲我斗三工啦。我倒来啊。好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了，你今早才要出门啊？哦，阿啥鸟啊？小月啊，我关怀迄个病人啊，伊今日要去病院看诊。啊，伊要看诊，你都要陪伊去啊？嗯，我是有想着要找其他的师兄姐帮忙，我都讲袂出嘴啊。安尼以后要安怎？伊也要看诊，你毋逐撮拢要陪伊去？伊需要人帮忙，我袂当帮伊一个人。好啦好啦，我想办法啦，这个给我秀月哦。啊，你家己免吃啊。我自己处理。自己在处理，顾别人，我咧顾家己的。你走慢一点啊。我们等一下哦，到前面叫计程车，哈。等一下啦，我想要来去洗头。你想要去洗头哦？我知道我身上的味道很重，拍屁啦！啊，我是想讲哦，洗一个头会不会比较香，可以盖过我身上的味道？好啊，洗个头比较舒服。啊，不过我足久无去用洗头啦，啊嘛唔知哦，即卖是偌济钱，很贵就不要了啦，哈！我无迄个命啦，注定啊爱去用气嫌。你不要这样说啦，我们就去洗头啊，哦，洗头比较舒服。如果可以住在医院做化疗的话，都无这个问题啊。头髪是去病院了后去美容院啦。哈，你敢要开钱去红色度哦？村美师姐付的啦。无怪哦，我都知，你搁讲利用啊吼？什么利用啊？你讲啊遐尼歹听啊？啊，这毋是利用什么啊？我无利用伊。人村美师姐哦，搁买早顿给我食呢。伊是好人，我知影哦，伊真心想要甲我斗三工，我足感谢伊的。你知影就好啦。虽然讲吼，人村美师姐家境看起来袂歹，啊一点仔钱吼，对伊来讲可能是无啥啦。啊，毋过吼。不过人对你这么好，啊，你对人的态度嘛较差不多的。啊，若无吼，我真正唔知影你要去倒位找第二个人，会当对你这么好呢？哎呀，你讲的我拢知啦。我嘛唔知影讲哦，是安怎我会安尼啦？好啦，饮茶啦。玉珍。哎，春梅姐，今天是李启辰医生巡房吗？他已经来过了，这么快？对，他今天比较早，你要找他吗？嗯，我想要问问他能不能让一个我在陪伴的病人来这里做化疗。你说的是那个林秀月吗？嗯，这里不会收他啦，这里是安宁病房，他来就不安宁了，脾气那么差。尖酸刻薄又爱骂人，这里哪一个医生啊护理师没被他骂过啊？对不起啦，我会劝他，他可能是因为生病才会这个样子。春梅姐，你怎么受得了他啊？你真的是脾气太好了。李启辰医师也是啊，只有你和李医师能够受得了他，我们其他人没有办法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希望你早点摆脱他。
我是个牙科医生的助理，在现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递器械给医生，还有消毒那些器械。我还看到一个阿伯啊，他从来没有看过牙齿，他的整口牙都烂掉了，所以我们才要来这里啊。我感觉吼，我未搁再迷路啊，是为着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做，去开始真正做志工的意义。我觉得你看他的时候，其实有点，你百般无奈了、啊，或者是，我觉得你蛮，我看他。打开门，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对对那就一直在讲，刘姐，不是，我自己也可以坐计程车回去啊，快点啦，走啦。哎呀，加啦加啦，进来啦进来啦。其实是很自然啊，就是我就是听到皮皮球啊。委屈都出来，对对对，怎样呢、啊？不是有给你预备的钱吗？没啊，都是先开队的，就是不够啊。